大家记唔记得呢啲玩具呢？好多已经絕晒版㗎啦。不过依家就有机会欣赏返呢啲咁珍贵嘅玩具啦。由领汇同著名导演彭顺首次联成全港最大型玩具藏品最多嘅领汇香港玩具博物馆已经喺乐富广场开幕啦。Hello， 彭導演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玩具展覽一啲珍貴同有意義嘅收藏品？我揀咗兩個嘅，就係一個就係一份嘅煮飯仔。咁點解有意義呢？就因為細個嘅時候真係曾經用過呢個煮飯仔煮過飯嚟玩。咁第二個咧就係農場嘅一個電動嘅車，能夠到今時今日仲可以齊曬呢啲公仔喺架車上邊咧，都幾困難，因為通常好多人都玩到。唔見到只雞啊，或者唔見到只豬咁樣。嚟緊仲有攝出最愛香港玩具攝影比賽，同埋手板指節模型工作坊。想知道更多詳情，即刻登入 Facebook 專頁 HK Toy Museum at the link 啦。